兄弟姐妹们，今天早上吃糙笋哈，随便吃。昨天晚上吃汤没有吃完的碗，爆辣超市，我放了胡辣椒，然后辣椒油，然后还有买烧腊的那个佐料，好好吃。那个什么断桥胡辣椒，在那个上面买的。哇，好辣！哎，你不要再喷我了，我牙齿就长这个样子，然后我吃饭就这个样子，吃饭快，知道吧？吃东西的话没有说不嚼的哈，是吃饭快，然后牙齿型就奇怪，知道吧，老铁？烫又烫又辣，妹，脸是这么辣出来的，烫出来的其实不是很辣，非常烫，刚刚起锅的，但是好吃。吃饭，兄弟姐妹们，今天吃炒米粉啊，好大太阳，吃了不干。还有500多块吗？还好点。哎，辣椒了，吃饭，虎皮辣椒哈。这个碗不够吃，还要吃10碗才吃了。
Thank you.